对于坑里的调香师，大家伙的疑问还是众多。用某个同学的话来说，就是评论区都炸了。那咱们接着来补上，铁锤男能够直接干掉坑里的调香师。猕猴桃的大招当然也是没问题的。刚烈刺比较好玩，大招没有任何效果。但如果把刚烈刺放在调香师的所在格，就能够伤害他了。大嘴花的倾盆大嘴把坑里的调香师也一口给闷了。原始豌豆射手的最好玩，大家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以为调香师不见了？前方高能，这是在变戏法吧？冲灵柚子的大招直接给击飞了，蔡文的装备大招不能把他拉出来。历史草呢？传送出去了吗？结果还是被困在了坑里，这次的测试是不是更加有趣呢？